就是希望用鸿蒙的分布式的软总线的技术，让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组装不同的硬件。如果我们在手机上在听一个非常美的音乐，如果此刻在你的边上有一个音质特别好的音箱，我们就会通过这个超级终端的控制界面，轻轻地把音箱和手机一拉碰在一起，我们就组成了一个超级的终端，这样你的音频就会通过音箱播放，我们瞬间就由手机的音质的体验提升到音箱非常完美的音质的体验，不仅仅在手机上，在手表上，在 pad 上都可以运行同样的统一数据中心。那么在未来，我们希望鸿蒙生态里所有带屏的设备都能够搭载统一的控制中心。它不需要安装，即用即走。我们打开我们的服务中心，所有的卡片都会在这里。那么如果我需要进一步的信息，我一点就可以把卡片打开，甚至我把它想添加到桌面上，都是一键即可实现。当某一个手机看到了一个新闻，想转给我的朋友，那么我们通卡片分享的方式，对方就可以收到，点开就可以阅读。消费者看到的就是我们的操作更流畅，动效更流畅。在鸿蒙的多任务中心里面，我们在任何时候想回到原来我打开的应用，都会随时随地继续。